释迦牟尼的佛法才在2500年传入中国的。那2500年前佛法未传入中国，中国成圣的这些人，是不是跟佛在同一个量级的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我们玄灵修真学领域，不能仅停留在神道的层次，而且要向更高层次发展，那就是佛道、仙道、圣道的层次。所以说我们啊，不要停留在一个练神这样的一个层次，这是很低的。那么在道门中，他要说要求仙就成就一个大罗金仙。当说到仙道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南洋地区或者在这个台湾地区提到的仙门仙道啊，这是有专属的，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仙道啊，这是在这个佛法楞严经中讲的十种仙儿啊，十种仙儿，这个将来我们在终极智慧课程中会讲楞严经里面相关的内容，其中十种仙儿也会给大家细讲啊，所以这是属于仙门，这是属于神道的层次啊，虽然称为仙门啊，它是属于神道的层次，没有出六道啊，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仙叫大罗金仙，所以在后世的道门正统中不再单讲仙，讲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是超过了32重天在上面的33天的众生。这个道门中是把天和佛门的28重天是讲同一个，名称不一样，也就是一个中文叫法，一个印度文叫法，梵文叫法，名字不一样，但是指示都是一样，就是欲界有6重天，色界有18重天，无色界有4重天啊，这就是28重天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佛法中提到的圣凡同居土、圣居土、常寂光土啊，那么这里面就是在道门中他提到了28重天里面的4重天叫4种性天。4种性天就是出了凡夫，出了六道以后，将来他已经有道种、有佛种的种性天。而这里面就分了阿罗汉、声闻、披支、圆觉啊，那么这个属于这个阿罗汉层次，在上面是菩萨层次，在上面是佛层次啊。到了第33重天就是佛的究竟天，在道门中叫大罗金仙天，也就是中文里面提到的佛这个名词，实际上在道门中叫大罗金仙。菩萨这个层次，那么通常称为帝君啊，大罗金仙这个层次叫天尊啊，天尊这个圣号，那么它属于大罗金仙，等于相当于佛这个层次。你们中间很多是佛门入门来的，那在这个菩萨道，那么在我们这个道门体系中它称为什么呢？叫帝君啊，观圣帝君伽蓝菩萨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些帝君，他说玉皇大天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佛这个层次的啊，这是所有的称为玄武大帝，他是帝君，他是菩萨层次的啊。所以说你们从这个来鉴别，就是在道门系统中修炼得到的是菩萨果还是佛果。再往下有什么？阿罗汉，有声闻缘觉毗湿佛啊，那就是自了汉。那么自了汉这个我们就称为仙，神仙啊，神仙是不入六道轮回了，它叫神仙。神仙这个在佛法中叫复佛外道，因为这个在法华经中释迦牟尼说的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不求佛，不求成佛，自管自不度众生，不度众生功德不圆满，所以他们不能成佛，苛责他们，让他们回小向大，发大菩提心，度众生去成佛。说是神仙是不是整个道系统追求的最高境界？ No， 他是阿罗汉层次的，要成帝君，帝君是菩萨层次，开始在法界普度众生，观圣帝君
啊，这些玄武大帝啊，这些大帝这个层次，帝君这个层次，他开始度众生了啊，那么他功德圆满，他成佛了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对应关系搞清楚了，你就不会诽谤道，不会诽谤道，什么道不究竟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我们中华有人才，也就是释迦牟尼的佛法才在2500年传入中国的。那2500年前佛法未传入中国，中国成圣的这些人，是不是跟佛在同一个量级的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这在人家印度叫古佛，释迦牟尼之前成就了很多佛。那么在佛法未传入中国之前，我们称为圣人啊，称为圣人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里面有什么？有皇帝，有广成子，有悟成子啊，有这个我们的伏羲大帝啊，伏羲这个先祖，所以都成佛了，都成道了。所以不能说中华无人，这个释迦牟尼来了中国才有成佛的，中国才有成菩萨，你这是诽谤我们先祖啊！你这是没有从历史观上去看我们中华大道统，是要纠正这个错误的之见的，不要这个妄自菲薄，这个坐井观天啊！所以说大家要重视这个说法啊，不要停留在神这个层次，要合真啊！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